啊，今天我们中午出去观赏金鼠的时候呢，顺带了也发现了一头将近一吨一千公斤左右的金鲨。金鲨哈，书名叫做拱刷了哈，就是笨笨的啊。其实呢，它不笨，它只是很温驯。它靠在我们船边所有的游客看得非常大呼过瘾哈。那么现在这个金鲨呢，目前在全世界都已经列入保育。